焦时代热点，汇聚评论声音。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一起来践行和守护我们共同的梦想。每天中午12点，感受文化的力量。点击热事件，搜索瑞观点，这里是每天中午12点和您准时相约的文化正午，我是龚岩。进入冬季以后啊，层出不穷的年度电影总结榜让人颇有些审美疲劳啊。近日公布的结果是2015年金球奖，毫无疑问地加剧了这种疲倦感。为什么这么说？比如说文汇报的一篇文章啊，就认为本届金球奖的最佳影片、最佳男女主角等等主要奖项的归属尽在意料之中，那还有什么意思？ And the Golden Globe goes to Boyhood。理查德·林克莱特执导的《少年时代》成为当晚电影类奖项的最大赢家，拿下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女配三个奖项。这部拍摄时间超过12年的电影，讲述了一个少年的成长经历。上映后在欧美引起强烈的反响。首次获得金球奖提名的艾迪·雷德梅恩一举获封影帝，他在《万物理论》这部传记片中饰演天才物理学家霍金。朱莉安·摩尔凭借《依然爱丽丝》获得电影剧情类影后奖杯。《依然爱丽丝》讲述了一名大学女教授被诊断出患有老年痴呆症的故事，朱莉安·摩尔的精湛演技征服了评委。布达佩斯大饭店获得音乐喜剧类最佳影片。Yes, Monsieur Gustave. Am I to understand? 音乐喜剧类最佳男主角由电影《鸟人》的主演迈克尔·基顿获得，女主角则颁给了出演大眼睛的艾米·亚当斯。此外，中国观众熟悉的电视剧《纸牌屋》也有大奖收入囊中。已经在剧中贵为总统的凯文·史派西首次获得剧情类最佳男主角奖杯。著名影星乔治·克鲁尼获终身成就奖。一点悬念都没有。此外，文章还说啊，比起电影奖的奖项的一团和气和在分大饼，倒是电视奖项还有一些戏剧性。比如说被提名了8次的凯文·史派西啊，这回终于是加冕了视帝了啊。还有呢，婚外情是意外又利落地拿下了最佳电视剧集。婚外情是播出第一季就获得了最佳剧集，难免被视为黑马。事实上这黑马并不黑，去年10月才开播的这部剧集，把看上去很俗气的夫妻双双出轨拍得文学气十足。作为悬疑剧，它的节奏是刻意放缓，甚至是可能过于慢了。而作为情感剧呢，它又始终悬着隐情和阴谋的利剑，在细节和心理描绘之中呢，用足了心思，把感情世界里啊卑鄙和丰满细细展开。由此看来啊，把电视剧当电影拍的潮流已经是不可阻挡的势头。也因此，原本在金球奖之中只是从属部分的电视类的奖项评选，如今反而是更有看头的。文汇报的文章是这样写的，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能反驳，拍的用心的美剧越来越像小荧幕上的长篇电影，极大的分流了电影院里的观众，大荧幕的阵地正在向小荧屏转移。今年金球奖剧集类奖项的结果再次佐证，在好莱坞趋于低龄化幼稚化的当下，美剧分担了许多原本属于电影的作为。文章最后是这样说的，如果你觉得金球奖的电影类奖项是全无惊喜的热门候选排排座，倒不如看一眼电视类的获奖名单，按图索骥的追剧去吧。前两天呢，有一部电影在国内上映，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那就是著名的《博物馆奇妙夜》系列的第3部。作为一部系列电影，《博物馆奇妙夜》的前两部都收获了不错的口碑和票房，这一次呢也不例外啊。《东方早报》的文章中呢就这样来评价《博物馆奇妙夜》的第3部。对于一部爆米花电影来说，《博物馆奇妙夜3》其实不需要什么影评，反正好笑不难看。This year, have you ever seen it like this before? Never. The magic that brought them to life is running out. Teddy and Dexter, they're all acting weird. What are you doing?
I don't think it was his fault. Oh, I'm Larry. I'll never blame a monkey daily. And he has one night. These guys depend on me. To save them all. Everything might stop and it may never come back. We have to go to London to figure this out. You know you'd be lost without us, Gigantor. Hold me. That must be like Walt Wicker being a security guard in America. With your gun, with a silencer, with your ninja swords. That's not even a little bit true. Teddy, good man having a crisis. Attila, okay, a little muscle. Dada! No, I'm not your Dada. Yes, we look similar. Dada! No touching. Stop it. This place is waking up for the first time, and we have no idea what's out there. I think it's safe to say that we're in a bit of trouble. We shall all be dead by sunrise, never to breathe life again. The museum, Secret of the Tomb. 从这个片段就可以看出啊，这部电影的笑点非常多，喜剧色彩很浓，但是影片上映的时候所打出的宣传策略却带有淡淡的伤感和温情。因为影片中的演员罗宾·威廉姆斯在去年的8月11日是自杀身亡，这位曾经夺得过好莱坞的奥斯卡最佳男配角的演员在好莱坞是深受欢迎，而《博物馆奇妙夜三》正是他去世之前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所以当影片上映的时候啊，所有媒体都在说这是喜剧大师罗宾·威廉姆斯的遗作，但实际上这部电影打出的字幕是向片中的两位演员致敬，除了威廉姆斯之外，另外有一位叫做米奇·鲁尼。这位米奇·鲁尼呢，在影片之中扮演的角色几乎可以用微不足道来形容，而片方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想以两位演员离世这样的悲情牌来打动观众。但是东方早报的文章却认为啊，这样做完全没有必要。罗宾·威廉姆斯在第三集之中很难令人发笑，这可能和情节设置有关，他在本集之中没有太多可发挥的余地，还不如上一集之中分身扮演一个没有手的罗斯福半身铜像让人那样的捧腹大笑。文章中还提到了影片出现的一种怪物啊，刚刚呢我们在片花中也看到了啊，就是那个九头蛇。网上说啊，这种怪物叫做象柳啊，又叫做象摇啊，是上古时代汉族神话传说中的凶神，出自《山海经》大漠北京。蛇身九头，食人无数，所到之处尽成泽国。后来大禹看到了这个象柳如此猖獗，就运用了神力杀了象柳，为民除害。这如此说来啊，《博物馆奇妙夜三》的制作方是专门有人研究了中国的古籍，并且针对中国的市场开发出了这样一个形象。只是影片显示出来的这个象柳呢，明显感觉弱爆了啊，完全没有展示出象柳的神奇。最后啊，关于这部电影，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这将是《博物馆奇妙夜》系列的终结篇了。东方早报的文章分析说啊，从本系列电影的结构上来说，第一集讲的是一块板可以令一定范围内的历史人物在夜间复活，第二集讲的是这块板去了另外一家博物馆，于是复活了更多的历史人物。从理论上来说呢，每一集都可以出现在某一个博物馆啊，故事总能拍下去。但是本片的编剧在筹拍第三集的时候就宣布啊，他们准备只拍这一集了，直接解释那块板的来源。所以你看第三集的时候呢，你时时会注意到啊，说编剧有意的将所有可能的续集的支线都做了一个收口的结尾。而两位片中的演员离世更是增添了这种决绝感。看来啊，这部电影既是罗宾·威廉姆斯的告别之作，也是《博物馆奇妙夜》系列的告别之作。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倒是有点理解为什么影片的宣传要这样的打悲情牌了。文化是一种力量，文化是一种情怀，文化是一种影响，文化是一种温暖，文化政府传播文化，影响中国。
电影的 3D 技术现在是遍地开花啊，甭管你这个电影是以视觉特效取胜的，还是以故事情节见长，基本上呢都得给打上一个 3D 技术的牌。 3D 似乎成了电影的标配了，而现在不少影院又推出了 4D 的技术。 4D 电影呢是在 3D 立体电影的基础上，通过增加环境或者是特效的设备，让观影者在观看电影的同时能够比如说可以感受到风雨雷电，动感座椅呢会结合影片的内容出现一些上下左右前后这样移动的一些的动作，那这个观众呢可以获得触觉、嗅觉、听觉等全方位的这种身体的感受，这就是 4D 电影。早在十几年前，不少的游乐场呢就推出过 4D 电影啊，甚至有 5D、6D 的。那么这种电影呢一般很短啊，基本就在15到40分钟。在传统的 2D、3D 电影的基础之上，他们加上了震动啊、坠落、吹风、喷水、挠痒痒、烟雾，甚至是光电、气泡、气味等等的环境效果。就是特别惊悚，就好像自己身临其境一样，就是感觉那个手已经过来抓我了。又是喷雾，又是下雪的，座椅呢还能上下左右摇晃，这太刺激了。如何能让人体全部的感受都融入到电影环境中？如何在这光与影中让观影者感受到震动、下坠感、风和雪？科技的发展让 4D 电影技术成为可能。在 4D 电影中，科学家使用了计算机控制的气动或者液压的多自由度椅子、大风制造器、火焰发声器、烟雾发声器、雨幕发声器等等，让观众能身临其境，完全跟电影画面中的景物协同起来。通过特殊的动感座椅和各种环境的特效，让观众在观影的同时获得视觉、听觉、触觉甚至是嗅觉的全方位的感受。这种电影试图在营造一种啊身临其境的观影的效果。现在呢，技术还是那技术，但是电影的时间明显变长了啊，基本上都得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甚至2个小时啊。比如说正在热映的电影《博物馆奇妙夜三》就用了这种 4D 技术。那么效果怎么样呢？咱听一听，有位叫做张伟东的观众啊，他在看过之后呢，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呢发表了自己的观后感。他觉得这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有点喧宾夺主。这位观众在文章中说啊，坐在 4D 影院之中，伴随着动作要素丰富的影片中的一惊一乍，在紧着晃悠的动感座椅上体验各种震动、塌陷、吹风、闻味儿的特效。一开始的时候还觉得哎这事儿挺新奇的、挺新鲜的，但是时间一长呢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啊，就像我们很难在慢跑或是骑马的时候一边跑一边骑马一边看书是一个道理。这换个不停的椅子，不得不说啊，是对整个观影活动的一种另类的干扰。观众是来看电影的，而不是去游乐场坐这过山车的，但是影片结束之后那种晕眩感觉却是类似的。不仅如此呢，间或出现的烟雾、灰尘、气泡效果也对荧幕的显示产生了影响，对观众的嗅觉器官来说更是一次大大的考验。这位观众是这样来总结的， 4D 影片显然更强调动感体验，但这种动感如果只是如游戏一样体验10几20分钟的动作冒险，那是绝佳的，但是坐在动感座椅中晃悠1个小时甚至是2、3个小时看一部完整的故事片，说这种感受不舒服都是不够确切的，不如说啊是一种扰乱。晃动的座椅和各种环境特效不断地在提醒这位观众啊，您正在看 4D 电影，您看动起来了。看来呢这 4D 效果让这位观众感觉非常不舒服。当下呀，新的技术、新的事物越来越多啊，如何面对、如何运用成了一个课题。老的未必就是坏的，新的也未必就是好的，而好与坏的关键应该在于我们如何来应对，如何更好地运用它。您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呢？聚焦时代热点，汇聚评论声音，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一起来践行和守护我们共同的梦想。每天中午12点，
感受文化的力量。给您说一故事啊，我一位朋友呢最近很困扰，说办公室来了几位年轻人啊，小年轻的看着应该是非常活泼的，但是他们性格比较孤僻，而且不太善言辞，以至于很多日常办公室的事物呢都很难的正常去沟通和交流。但是谁想到在互相加了微信之后，这朋友意外发现说这群年轻人在这个朋友圈的表现是十分的活泼风趣的，和现实的表现是判若两人。随后啊，他发现自己陷入到了交流的怪圈里边，在微信 QQ 上面，这些年轻人常常是谈笑风生啊，幽默风趣的，但是一旦切换到了实际的交流模式，立马变成了呆若木鸡，不善表达，以至于后来他们所有的交流都只能搬到微信和 QQ 上去进行了啊。其实估计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感受。不得不承认的是啊，这群年轻人的表达状态正成为网络时代交流能力退化的一种重要的表征。面对日益发达的网络交流平台，越来越多的人呢越来越依赖于网络手段进行日常的交往，而尽量避免和人直接进行直接的这种面对面的情感交流。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因为面对面交流或是打电话常常会让人觉得说有点麻烦啊，之前说话之前有很多的客套，哎，你好，哪儿呢，最近怎么样啊，再说主题，不够直接嘛。而且呢还要表达出自己的适合的感情，这事儿比较难，要用话来垫。但是在微信 QQ 等等网络手段上，这一切都不需要了，一个表情符号就能代表一种丰富的情感，一句简单的话就能免去很多的委婉的客套。针对这种现象呢，《新民晚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网络时代的瓦尔登湖》。文章说，一个半世纪之前，一位叫做梭罗的年轻人决定隔绝自己和全世界的关系，来到了瓦尔登湖畔来隐居。在那儿呢，和自己独处了两年又两个月的时间，写出了著名的散文集《瓦尔登湖》。某种程度上，梭罗是在追求一种脱离人群的自然生活，这虽然有一点点自闭哈，却是不无回归本真的朴拙之趣。100多年过去的网络时代，有多少人能够像梭罗那样完全脱离网络、脱离 WiFi、 脱离手机，过那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呢？网络交流模式的后果是什么？就是人和以往相比变得更加自闭了，因为更多的隐藏在了网络交流的假面之下，交流者可以更好地隐藏真实的情感，可以更好地控制什么时候回复询问以及怎样回复询问。比如说，如果有人在你的朋友圈上留一个言，说你最近怎么样了，你就可以想很久用什么样的方式，甚至想一个段子来回复他，但是面对面是没有这个空间和时间的。这虽然给人们的日常交流、情感表达留下了相当大的缓冲的空间，但是同时也极大地削弱了人们正常表达情感的意愿和能力，以至于出现了网络与现实表现截然不同的两面人。文章的提问是值得回味的，网络时代的瓦尔登湖就这样让一部分人置身于情感的荒漠，他们逐渐走向自闭，仿佛彼此不再需要。网络时代究竟让人更开放还是更孤独呢？这是个问题。对于过去的2014年，有许多回顾总结的视角，而专栏作家黄吉伟的视角应该说非常特别，他是从修辞视角进行了回顾啊。他在《新京报》的文章中说啊，刚刚过去的2014年，以修辞视角来看，确有5-6款修辞格表现非常抢眼啊，比如说卖萌格、方言格、绑架格、字幕格等等。应该说都是这个范畴之内的啊。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卖萌格啊，卖萌是吧？作为翻新修辞之一呢，从某一个电商的这个客服啊，一跟那个买家聊天就得是亲呢、啊、包邮哦，亲啊，你要原谅我们哟啊，亲亲亲亲个没完，也不知道到底谁是谁的亲啊。这个时候已经看得出来，这卖萌修辞已经出现端倪了。到了2014年，它已经蔚然成风，有一热词儿叫萌萌的啊，么么哒，就那意思啊，快成为百搭句词了啊。美女帅哥用，广场大妈也敢挂嘴边啊，随时甩出去蒙人。有个网络热传的段子啊，说越野车看见大卡车倒在路边了，便上去询问，哎呀，大卡车说
说我今天碰到一个可爱的小跑车，这个车撞上了没有？我被他萌翻了。哎呦，我说完这段子我一身鸡皮疙瘩啊。这种段子应该说是2014年卖萌修辞大行其道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旁证。虽然这种撒娇发嗲装嫩之类的各种俗词都跟卖萌是街坊，但相对于撒娇，卖萌修辞应该说更加的隐蔽更得体。文章是这么说的，2014年卖萌通吃一切，而其得逞因由在于它更容易讨取年轻世代人群的欢心，亲切死了。它既可以化解紧张和焦虑，也可以将忧愁或对抗分解，将诉求萌化，萌到脑残状，各种纠结焦虑对抗也就不那么刺激和显眼了。当然萌化不会改变一切啊，文章说它构筑出了一个以萌为代表的虚拟的安全感，可是实质是它只是一个温和温柔温暖的掩体，但却抵挡不了一颗子弹。还有一个叫绑架修辞，这事儿我特别讨厌啊，一整就什么不转不是中国人是吧，这个一定要看哦啊。文章解释说啊，它是一种伴随自媒体兴盛而衍生来的语文表达方式，并主要体现在转发信息的时候的复言之中，而细分又有不同的形态啊。复言的后缀类，比如说经典啊、听得懂的转啊、简直逆天了呀、风前速看呀等等啊。标题类，还有像这种说你需要知道一切啊。简单来说吧，这类带有要挟、绑架意味的复言，是此前曾经流行过的一生体的个性升级。咱之前都看过啊，什么这个人的一生一定要读的60本书，我就特别纳闷，为什么不是59本呢？怎么就一定要凑齐60本呢？还有什么人的一生要去的60个地方，我干嘛不能去61个？我就是这么任性耿直，就不按你的说。但是这样的东西确实很受大家欢迎。这玩意儿猛的一看十分温柔啊，可是其本质是文字的绑架，和和气气的绑架。常言道呀，强扭的瓜不甜啊，硬摘的花不香。绑架修辞的心理驱动是生怕别人不读不看不听，被鄙视被忽略。可大家就算没看不看漏看，那又能怎么样呢？虽然绑架修辞的本意大部分来自于挚爱之情，可在朋友圈沦为广告的语境里边，它也必然成为一种绑架潜在客户的一种商业的语文。黄基伟的文章是这样来评论的，绑架格修辞的本意与其修辞效果常常南辕北辙，本意是一种夸张修辞而达成的分享渴望、关注渴望，可最终常演变成为接收者的厌倦或是鄙视。这样所谓绑架常常不过是未遂的绑架。以上就是今天文化正午的全部内容，点击热事件搜索绿观点，我是龚岩，明天见。文化是一种力量，文化是一种情怀，文化是一种影响力。